大家晚上好，今天是1月12号，星期四。我们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。洒脱，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，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清醒的合上双眼。请大家轻轻、柔柔的闭上眼睛，眼皮慢慢的垂下来，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，那么轻松、舒服。没有用力压眼中，我的眼皮轻松地闭起来。然后我们就采取自己感觉轻松舒服的坐着来打坐，单盘、散盘、坐椅子也都可以。现在是放松的时间，是我们身心休息的时间。所以，请大家สบาย สบาย的坐。当我们坐下去了，我们感觉都没有勉强的，虽然还没有感到那么舒服。也没有关系，但是最起码的，我们就有那种不苦不乐的感觉，感觉不辛苦，不勉强，这样就可以哈。然后，如果什么时候哪里有出现不舒服，我们随时都可以调整，没有关系。身体的放松会对心里的宁静有很大的帮助，所以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，从头顶到脚底，哪里紧绷，哪里不舒服，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。把它放轻松，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，额头放松，眉头也跟着放轻松。眉间的肌肉也放轻松，鼻子、嘴巴、两边的脸颊也都放轻松。颈部、两侧肩膀
手臂、手腕、手掌、食指、手指头、手腕、拳、放轻松。胸部、背部，我们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，没有太直，也没有太松。太直的话，会让我们感到紧绷。不舒服，但是如果太松的话，也会让我们容易昏沉，容易打瞌睡。所以我们调得刚刚好，刚刚好就是我们会感觉。轻松舒服，而我们也可以维持清醒的觉知正念，腰部也放松，两只脚、大腿、小腿。直到我们食指、脚趾头、手腕、拳放轻松，全身都放轻松，感觉好像。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消失，慢慢的融化，跟周遭的环境融合，成为一体。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เด้อ现在是我们放松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可以抛开一切，放下所有，静定无他。在这个时刻，我们能够真正的放轻松，完全放轻松。我们感觉好像自己已经融入到宇宙里面的一部分了，感觉是吧？感觉很自在。心越静，越定，舒服感越来，越增加。然后我们来假设看看，现在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。也就像一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，
里面都没有任何内脏，都是空心的，空空的。然后我们可以假设看看，在身体里面有两条直线，第一条由肚脐直穿背后，另一条由右腰直穿左腰，两条直线的十字交叉点那里，小如针尖一般。那一点提高上来，两个手指宽，那一点就是身体的中央点。我们把心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，身体的中央点就是我们心意的家。我们感觉好像我们正在点一个白点在黑板上，那种感觉只是一个点而已，小小的一个点，在我们身体的中央点。清不清楚都没有关系，我们知道它存在，这样就可以。身体中央点有一个白点在那里，我们可以抛开一切，放下所有，既定无他。如果来问想默念什么阿拉含的声音也可以。当我们默念什么阿拉含的声音，那个声音就会从我们身体的中央点散发出来。我们试试看，慢慢来，又深又长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。身体的中央点在那一点有一个点，慢慢默念什么阿拉含，什么阿拉含，什么阿拉含。什么阿拉含的声音从身体的中央点慢慢的散发出来，感觉好像我们在平常日子，在无意中我们就唱歌或者诵经，那种感觉，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เด้อ
我们有用力哈、那么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。
宁静、轻松、舒服。接着，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，给一切众生。我们只要轻轻的动念我们的心，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扩张、扩大，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，再扩张、扩大，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，再扩大到全世界，整个宇宙，无数无量的宇宙。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，哪个众生正在受苦，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。哪个众生正在快乐，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。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，如同宝一样。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、灾难、疫情都早日消失。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，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，有清净的身口意，众生行善，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。也愿我们得交善友，没有交任何损友，远离一切恶人。愿我们色身财、钱财、能力财圆满，方便修功德波罗蜜。也愿我们身体健康、长寿、智慧增长，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。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，每一尊辟支佛，每一尊阿罗汉，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，有龙普祖师、龙婆他们只有法身师父、等老奶奶等等恩师。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，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。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发为善的愿啊。สัพเพพุทธาปะละปะ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ันจะยังพลังอารันตานั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ักขังพันธามิสัพพโสสัพพุทธ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ธัมม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สังฆ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ทธาโสตีภะวันตุเต请大家以最发起的心
互相随喜功德，洒脱。奴婢这几天呢，有一位居士来跟奴婢谈话，他是说他本来有一个孙子啊，这个孙子呢，从小时候啊，他就教他佛法，而且也常常带他去寺院，去台湾的寺院啊，去诵经，去打坐。就看起来这个孩子呢，有善根，就是说，好像什么坏事都不会做的，所以呢，从小时候啊，爸爸妈妈都很安心。那连阿嬷呢，就是他本身呢，他自己也很安心。不过当他的孩子啊，慢慢长大，他的孙子慢慢长大之后呢。后来上了大学，大家就因为他本来有学那个打旋的，然后他打旋很厉害，就拿到冠军了。如果比赛常常拿到冠军，他呢，有一天他就是平常正在玩网络的。有一天就会有一群人呢，就跟他联络。他本来不认识他们呢，后来不知道是他们是在做什么。时间过了两个礼拜而已啊，那群人就请他帮忙开车送东西呀、送东西到某个地方。那他就既然是朋友嘛。那就帮忙开车，那开到半路呢，就会被警察拦下来，然后就是警察又说他想检查这部车里面的东西呀、后来检查才会发现后面呢是有放很多武器，就是那些刀啊、斧头啊，很多他就很惊讶，哎，为什么？我帮忙朋友开的车却有这些东西呢？后来这个被警察抓被警察抓，警察就跟他讲说，你这样做是违法的，要坐牢的。他就很紧张啊，他就说这个是我不是我的东西啊。是我朋友的东西，我们认识两个礼拜而已啊。后来虽然有律师来帮忙讲话啊，不过警察就说我们现在很快就可以抓到两方啊，其实是有那个黑道啊，有两群人，他们要打架，一群人呢。他就在网络上找，谁比较会打旋呢？就看到他的资料啊，打旋怎么样呢？我常常拿到冠军，所以就锁定他了，我要利用他这样子啊。后来这个孙子呢，才帮忙开车，然后被警察抓到了。那警察虽然知道事情呢。但是因为要追踪嘛，就是到真正的事情是怎么样，所以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出来也是很危险的，如果那些被抓的那个两群黑道啊，如果他们的朋友有看到你也会危险，你也会被怀疑啊，会影响到生命，所以呢这段时间差不多两个月啊，要坐牢啊，大家两个月啊，然后父母亲也不能去看他，因为不能会客，因为
警察是怕，如果开放会客的话呢，那些黑道也可能来找他，所以2个月父母亲不能看他，阿嬷也不能看他，只有律师啊可以看他啊。那然后就用写信来跟家人沟通啊。律师就形容他的样子啊，就是说当他在监狱里面呢，他看家人写给他的信呢，就大哭了，就跪下来，然后就忏悔啊，就说我不应该这样做，这样交朋友啊。当阿嬷的，就是这位居士呢，他是非常难过，他就来跟龙屁说，为什么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我孙子的身上呢？因为我从小就照顾他，照顾得很好，已经尽量了，父母亲也尽量了，要该做的都做了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连这位阿嬷呢，就是虽然她学佛也很久了，但是她还是大哭，就流眼泪啊。那如果是大姐的话，你们应该怎么建议这位阿嬷呢？你可能就会说，那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要放下啊，放下，懂得放下。但是你可以跟大家讲，放下说起来很简单，对吗？但是做起来怎样哦？我不是你，你就可以说嘛。但是如果是你自己的话，那你怎么放得下呢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，对吗？其实这个问题呢，大家放下，你们都知道放下从哪个法出来的？你们有听过四无量心吗？或者四梵住、四梵处？可能不熟悉。但是如果可以讲到这四个法，你们应该熟悉，就是慈悲喜舍，有听过吧？慈悲喜舍，慈悲喜舍就是其中之一呢，就跟放下有关系。慈就是希望对方或者希望其他人，希望众生快乐然后呢，悲就是希望别人可以脱离苦，就是能够拔人家的苦第三个就是喜，所谓的喜就是如果其他人怎样了，他们得到什么成就，或者他们有希望什么，然后他们能够如愿圆满，我们就跟着他欢喜。这个大家应该熟悉了，对吗？关键是在最后一个，大家就是舍。所谓的舍就是放下。不过你要知道啊，所谓的舍，它含在什么道理里面呢？就是了解因果，了解因果。那当我们知道每个众生都有自己的业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接受。虽然我们怎么样，已经尽量帮助他了，但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业呀，每个人都会受到自己曾经做过的业，对吗？所以他也是一样。如果你以这个角度啊，就是你当观众来看这种变化，这看这个道理，就会有一种感觉。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如果你跟他一起混在一起的话，又是另外一个感觉不一样。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呢，当我们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你看呢，不是马上就讲到舍，前面先讲到什么慈悲喜，对吗？我们希望别人快乐，希望别人能够脱离一切诸苦。那他们得到什么东西如愿圆满，我们跟着他欢喜。
全部都尽量做了。最后一个就是舍，我们要学习啊，要了解。虽然帮助他们帮到圆满了，但是他们还是有自己的业，大家。这个不只是他们啊，连我们自己也是遇到什么不如意，我们要知道哦，我们还有业啊。还有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落在无常这个道理之下。当我们慢慢了解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接受它，因为不只是我，所有的人都一样，大家啊。今晚能批祝福大家，祝大家身心愉快，生命光明，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，祝福大家晚安，明晚见。